好啦，老公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耶、yeah! ！欢迎继续收看《孝心之旅》，这应该是第三集。对，前两集我们来大阪，然后到京都晃了一些景点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现在先来这个滋贺县，滋贺就是著名是琵琶湖。我找了几个点啦，然后看他们体力怎么样再说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刚好天气很好，然后又是蛮开的季节，他们光坐在车里面看就觉得很开心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是在琵琶湖，本来是 Roll Wave 啦，这边其实有缆车可以搭上去，但是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时间都在保养，但他们不错，就是呢，来停车场看樱花是免费的，所以他们直接让我们进来，然后我就想说放他们在这边，就是稍微拍一下，其实很多哎、欸，超多的，下面也是，上面也是，赞，然后我们去拍。这样会很漂亮，应该要去走去下面拍。超美的这边，樱花，然后后面就是湖。他们拍好了吗？好，我跟拍。他们都没有找我们帮忙拍，我们是不是要稍微贡献一下精力？好，等一下啊。Hello， 西瓜甜不甜？这一片停车场真的太大了，太推了，而且都不会很，而且没有人，对，对，是没有人，小秘境，真的有点对血场的感觉，真好满开，然后、哦、有风了，有风了，有风了，对，有风，然后有一些，看有没有有在吹冰吹雪，那地上其实已经很多花瓣了，每个地方都要拍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他来，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吧。好，这边现在来到琵琶湖边，这叫做 R Cafe， 它感觉是一个就是综合的。有水上设施啊，然后有露营区，旁边还有一个咖啡厅、餐厅这样子。要等啊，等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所以附近绕一绕。突然觉得好像在国外的感觉。在国外？我是说不是日本的，真的是个海边餐厅的感觉，但其实是在琵琶湖的湖边。而且那边好躺椅耶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哇、哦，度假感。对啊。你们慢慢拍，因为要等一下。好，我在马里马里。你说这是海？对啊，不是海啊。对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海太感惯了。太薄，你们你讲话越想你再吹外去外加。来，要有这个弯就很漂亮。好，这个弯。台湾，输了。嗯，
好吃的，它的那个巧克力的 white cream 很好吃。吃饱了，哎、欸，他中午一个餐才1800，哎，我跟我爸吃那个烤拌鸡超大的，这样才1800，哎，还饮料，哎。对啊，琵琶湖边的夏威夷餐厅超棒的。我觉得这个景点还不错，我下次应该会想来。就是它这边像是一个湖边的一个小沙滩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中间的是有躺椅啊、barbecue space 啊，然后最近很流行的桑拿，他们那种移动式的桑拿，我觉得超棒。吃饱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是真的吗？有发自内心的吗？有，它有时候它那个虾炸得很酥，很好吃。我整个都像个整个头也都吃完。好，这么好吃。甜点也好吃。甜点还蛮好吃的，真的。就这个是夏威夷的那个松饼。对，我觉得咖啡也很好喝，还蛮顺的。真好，好称赞，对啊。我就说这家不错，我刚刚我这个下吗？这家其实厉害的是他们有风景，如果坐外面的话。对。这评价，网络评价还是蛮高的。那我觉得他的东西大致上可以啦，你算蛮会找，就是刚好找到。你有用心，我有用心。看一下有几家都会这样找，你们两个有用心。你有用心，对。所以我们喜欢跟你们出来。这边是琵琶湖大桥的 Michinoki。到下一个景点之前呢，先让他们来这边放风、放尿，或是买一下omiyage。哦，这个大型，这个那个巨婴哎，飞来着，这是巨婴的，对啊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对，欢迎光临。这边叫做山景寺，别名元成寺，然后是滋贺这边的非常有名的寺庙。现在最有名就是它的樱花。刚我们一进来，这前面那整排都是樱花，然后这边前面，哇，超美。来。这边是一个古老的寺庙，七世纪到现在，而且还不错。那门票是600块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看这些寺庙，然后就是绕一圈，就是非常有，真的很神圣的感觉。嗯、就是两旁的树，它有那种灵气，这样讲吗？嗯从大门进去，然后这边就是。多散大耶，对啊，很大哎，而且你看那边樱花就这样飘下来。有一点绿芽，但是你看，真的超美的。根本就拍不完，连这边也是，然后那边也是。对啊，我们才走根本就不到三分之一，一点点。说不定就可以走到天黑。对啊，这样子
因为这路还很长哎，我们第一个弯都还没转到。天哪，超美的。今天的饭店，琵琶湖王子饭店，超高的，真的。今天是有就是一博二十的，所以等一下晚餐跟明天早餐都会在里面吃。我们已经在赞叹这个美丽的湖景。漂亮哎、欸，对啊，天气又好，饿了饿了，我们去吃饭了，东西放着吧。继续吃，继续吃。从夕阳吃到天黑，我们要吃什么？甜点的部分。好，我先结束今天。今天也是看了非常多的樱花。刚我们吃完晚餐，然后等一下去附近买个药妆，因为他们来都会想要逛药妆店，或是受到别人的委托要买一些东西。那先跟大家说晚安。明天的行程也蛮轻松的，可能就走几个点啊，或是去购物啊。好啦，就先这样。我是明达赛。叫室友，你我。饭店里为什么要戴墨镜？我觉得这样比较时尚。是吗？那你要给人家看一下你今天的造型吗？嗯，不用。不用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唐头，对。OK 哈。嗯。早安。还要尿尿吗？没有哈。早安。不搞乌鸦。那带大家去购物，购物啊，太棒了！这好，你们可以先睡啦，一个小时多了，慢慢睡。昨天睡得很饱，直接过来我们空窝的讲哦。睡得很舒服，夜景又好。六罐，这个你知道买这个？对，是最近他们最喜欢买的，
吃到我黑眼圈都比较少了，我亲身体验，但他没有给我钱，不要帮他打广告。大丰收，大丰收，夸张，太夸张了。这样的有夸张吗？现在用少。我们不止今天的，昨天几没有买，前天也有买。这样买不多了。右边樱花，来看右边。哎呦，好美的樱花哦！哎，这样你摘了？哎，我够摘的。开动了，开动了，哇，看起来很澎湃呢。对啊，外边是，我这只我，我那我们要怎么洗？妈很怕大蒜，丢啊，直接全部都弄在一起就可以。太恐怖了。然后如果想要味道好一点，你可以加胡椒粉。这个我昨天还有劲哦，我不知道。蒜泥啊，你啊，那你我。我你家口罩戴起来，口肉蛮嫩的。对啊。臭毛仔啊！我吃不阿哩。好吃。好吃。这烤的真好吃啊！哎呦，这个肉，别味道嘛，没有看就知道了。这个要干。够大饼。这个大饼，哎，你吃你看这里在，现在是薄的，现在是薄的，都干干。吃完了，现在整个嘴巴都是大蒜的味道，超可怕，东西还蛮重咸的。因为我爸就是吃重咸的人，汤也没有喝几口，反正只是一个中途路过找到的一个拉面店。现在要去看樱花了，行吧，秀。就这样，你这样甩啊！有没有口香糖了？那味道已经出来了啦！你说大蒜味？大蒜味已经出来了啦！整车都大蒜啊！我受不了啊！整车都大蒜啊！叫大家踩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从里面健康出来。我刚才你不问你，你没有吃哦？我都没吃啊！他不吃大蒜，他不吃大蒜。这是什么案啊？我来帮你。花，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城墙、城基，很近哎。对啊，这样吗？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是这边的花都是矮的，比较矮。我妈太兴奋。因为下面刚好有马刺里，然后人很多，很热闹，有带大家来体验一下马刺里的感觉。是古早味的味道。对呀，古早味的。是什么芋冰哦？藕冰哦？对，藕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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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淇淋。不错，你们看看，好吃。这公园的都很，就是樱花树都很低耶，很低啊，都是这样垂下来的，很美的那种。看看来。
其他的也都垂到了，后来会垂到湖面。结束这个明石公园的行程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基路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，差不多一个小时。拍到手很酸了吗？不会，看到腻了吧？没有，不会，很、okay 啊、美，那你非常的放松，拍好拍满，对，快一点，快麻，快个麻木。没有了，来的正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对，而且天气又好。没有、啊，对，真的很舒服，就是天气。秋天的四季，真的，真的天气很幸运。秋天的天气呀、啊，春天呐、啊，春天呐、啊，天呐、啊，爸爸，春天、啊。秋高气爽的，没有春天了、啊，多凉凉啊！你，刚好秋天的。你看春花朵朵开，春花朵朵开，对，应该讲来对。Sunny sky, trying to light my way, but I'd rather be in the dark. 按摩椅的房间，还有这种房间吗？对，好了，这就是呆蛙 Ronin 的样子。我们就把东西放着，然后去吃饭吧。床蛮大的耶，比一般的还大。好，我们来吃晚餐了。晚餐我们今天要吃 shabu shabu， 他们想要来吃一下日本牛，算是一个心愿吧。好啦，因为里面呢有点吵，先在外面做个结尾。这两集其实就是去滋贺县，我们在琵琶湖的某一个角落稍微绕一下看樱花，然后就住了王子饭店。那个王子饭店其实有点旧啦，但因为楼层很高，然后又面向着湖，其实我觉得也是蛮美的。对，那食物就有点普普通通。前往基路的路上经过了那个明石公园，明石公园的话也还是一个城，有城基，然后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很多樱花，然后又有一个湖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会在基路这边穿和服逛基路城赏樱，完成我妈的心愿。对，有点难听。这影片内容应该蛮多的，那我就先停在这边，等一下拍一点吃完餐后面给大家看。好，我是 Go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喜欢这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哦。希望下一集在基路的孝心之旅的影片呢也能看到各位。帮我跟镜头说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下次见。Stay with me under